今天老师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后鼻韵母 ang、ng、ng、ng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回忆一下之前我们在课堂上讲到的前鼻音、前鼻韵母是哪些呢？对，它们是 an、n、ng、ng、ng。好啦，回忆完了，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。同学们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 ang。我们来看这个图片是什么呢？一只小羊，对，小羊，羊，一只小羊 ，ang ang ang。那么 ang 和 g k h 组合到一起的时候，就会变成 g wang 光，阳光的光，还有 k wang 框，框，篮球框的框，慌 h wang 慌。慌张慌忙的慌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嗯。那么嗯，我们读到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就会想到台灯的灯，因为它是由的和嗯组合到一起的。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盏台灯，灯灯灯。那么它和的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灯，和知吃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争争，争取的争，声称，称重的称，声声，声学的声。好啦，同学们，学习完了嗯，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嗡。嗡，闹钟，钟，吱嗡钟，闹钟一响，嗡嗡嗡。它和鸡、七、西组合到一起的时候，就变成炯炯，永久的炯炯，炯炯，青穷，还有熊熊，熊尾的熊，穷困的穷，和炯炯，窘迫的窘。好啦，我们下面再来看鹰，鹰。说到这个读音，我们就会想到老鹰的鹰，它和一组合在一起还读鹰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只老鹰，鹰鹰鹰，它和鸡、七、西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晶晶、青青，还有星星。晶，精神的晶，青，青色的青，星，兴起的星。同学们，这些你都学会了吗？我们一起来闲闲小身手吧，大家一起来拼一拼，读一读。正月十五闹花灯，花灯送来欢笑声，鲤鱼灯跳龙门，凤凰灯披彩裙，狮子灯舞绣球，龙灯飞舞闹腾腾。我们一起来找一找今天我们讲到的后鼻韵母是不是包含在里面了呢？我们来看争，争争，正月的争，闹花灯，灯灯，还有花灯送人，送送翁，丝和翁组合到一起送欢笑声，声声，还有鲤鱼灯跳龙门，凤凰灯风凤，还有灯披彩裙，狮子灯灯灯，舞绣球，龙灯隆隆，灯灯飞舞闹腾腾，腾腾组合到一起
好啦，同学们，老师今天要讲的内容呢，就是这些了。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四个后鼻韵母，分别是 ang、ng、ing、ng。同学们，你都学会了吗？今天老师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